孩剩下的。决定从今天起正式退出舞台，就让我大崔成为炫彩迪士高的一个传说。不要因为这一次丢人就放弃你练就多年的舞技吧。其实今天丢人是早晚的事儿，因为我不再像以前一样爱 HOT 和他们的舞蹈。那你爱什么？现在我彻底迷恋上了一样新的东西。怎么样？摇滚。知道你这人平时活挺摇滚的，但再摇滚也不至于跟自己女儿非要弄死对方的程度吧？不是弄死对方，是他单方面想要弄死我，演出给我下药，过马路给我推车道，公园里推我下河。你现在还能见着活的我，那是我命硬。不是你这么背着人家小天卖房，人能不窜吗？他都给我下药了，我还放他价值几百万的房子给他住啊？然后我一个人上美国卖苦力去，我图什么呀？我不是，就算你单纯的想让人同意你卖房，那也得等你们俩关系缓和一下再说吧。你还能拿刀逼着人家签字？哎哎，这门挺好看的，咱俩合张影呗。不是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放下你当妈的架子，主动跟人家示个好，发自内心的为人做点什么，不丢人啊。哎，你听见没有，蓬莱？哎呦，哎呦，你能来我太高兴了。新婚快乐。好看，门口摘。哟，这就是您说那盛装呀？我这比平时多的条链子，你没看着啊？亲爱的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好的姐妹儿，以前我们一块玩乐队的蓬莱。你好。你好，高瑞。
这是我前前夫大崔。高瑞，受苦了，兄弟，节哀。哎，你这是新郎官啊，还花童啊，够嫩的。讨厌，人家就是嫩，但是呢，我们是真爱。哪字不是？真爱至上啊！祝你俩百年好合，为所欲为。服务员，麻烦来一杯。有什么甜品吗？不知道，你问别人去。陈月阿姨。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咋了？你今天打扮的挺特别的呀。那小妈给我买的裙子，我这样穿还挺好看的吧？嗯。哎，今天你们俩这身倒搭上了，不知道的以为你们俩结婚呢。你干起服务员来了？我也不想来呀，我妈非逼着我来。我的身份在他婚礼上特尴尬，不当服务员总不能当伴郎吧？你再尴尬还能有你爸尴尬？小妈，你别给他添堵了。你忙你的去吧啊，我们俩都自己人，不用你招呼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俩要吃什么跟我说啊。嗯。哎呀，多年的老朋友们终于又聚一块儿了，可惜就少了你爸。小妈，你可别睹物思人了啊！那他当初怎么对你的，你忘了呀？小时候我还不明白，长大了我才懂。他就是把蓬莱蔑视他那一套都转嫁到你头上了。嗯。其实我这些年，逐渐开始理解他当时的焦虑了。你爸三岁开始学古典钢琴，后来为了玩摇滚，放弃高考跑到北京来，谁想到年纪越大。事业却一路下滑，他也不容易。那也不能冷暴力啊，成天给自己关工作室里，谁也不理。幸亏你当时跟他离了，要我说他就应该跟蓬莱这种人过一辈子，俩人谁也别祸害别人去。我去，蓬莱怎么来了呀？他在许多阿姨赞助的演出上丢了那么大人，还有脸来这儿啊？别这样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你亲妈，你对他就一点感情都没有了。要说十年前可能还有点吧，现在是连渣都不剩。嗯，亲妈尚且如此，那我这小妈是不是？哎，你把你自己跟她比，那你太侮辱自己了啊！你们俩在我心里可是俩极端，她我是一秒钟都不想见，你我是一秒钟都不想分开。哎呦我的天儿，我真没白疼。你看看白天。对我这亲妈像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对这后妈好得像亲姐妹似的，小子。哼，虽然我也瞧不上这陈月吧，但是你走了以后啊，人家是一心一意对小天好，就连小天那被子都是陈月教的。哼，说那被子弹得像屎一样。蓬莱，你都明摆着吃人俩人醋了吗？我吃哪门醋啊？我才是亲妈。嗯嗯嗯。你干嘛呀？这你可别捣乱！我捣什么乱呢？不是你说让我跟他主动示好吗？我给他弄点好吃的。那晚上老吃方便面。典礼还没开始呢。哟，大崔，好久不见啊！是你是谁呀？妈妈，电视里的人吃的是什么呀？哦，鲍鱼。鲍鱼，我也想吃。哎，鲍鱼哪有泡面好吃？还小你不懂，吃不起泡面的人才会吃鲍鱼呢。我就想吃鲍鱼，想吃自己下海捞去。小妈，我过去一下啊。嗯。拍我干嘛？你干嘛呢？管我！蓬莱，干嘛？干什么呀？
反思了一下，最近有些事儿我做的确实挺过分的，对不起啊。那什么，我也有做的不太对的地方，那咱俩都算是扯平了。婚礼结束早点回家。对不起，女士，本场是高端自助婚宴，是禁止打包外带。谁打包了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打包了？大家都看到了。那所以你见到孙悟空的时候是救他自己啊，还是和唐僧和另外俩徒弟在一块儿呢？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和尚都在。哦，哎，那白龙马呢？我就是那白龙马。哦，哎，那请问你们现在取到真经了吗？当然没取到，所以我才着急出院的。怕的就是耽误了取经这件事儿。是是是，理解理解。但这个事儿不能着急，因为呢你现在还有一点胃溃疡，所以需要住院调理一下。取经的这个事儿等调理好了胃再慢慢来，行不行？胃溃疡？不会是跟我平时吃的草料有关系吧？哎，我给开点药。哎，这开药这种凡尘间的俗事，要不还是我来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大夫大夫，不好意思，您这边请。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，你爽吗？爽啊！哎，你在公园耍我个臭够，到最后也不给我签退学同意书，还往家里招了那么些中介，你玩我玩的也挺爽的呀。你把我推河里头谋杀亲妈这事儿怎么算？你接着报警呗。我真挺好奇的，你干嘛非得退学？因为我要专职搞乐队。那我就更不能签字。不是，凭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想让你走我的老路。我怎么就不能走了？就许你走，我不能走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圈出头难，圈子乱。我这种皮糙肉厚的还能扛一扛，就你这样细皮嫩肉，脑子还不好使，进圈就得死。你脑子才不好使呢，少跟我这装妈了啊！骂人都这么没事，哎，脑子不好使还不承认。门怎么打开了？前几天堵锁眼那强力胶还剩了几只，我怕浪费，就全都用上了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他妈谁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何令，懂了，给你三秒，赶紧滚。按这差不多得了，别逼我动手。你到底想怎么着？我想让你滚。不滚，
来，我操！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我好不容易组个乐队又打架。你问他。我要早知道乐队里有他，我压根就不能来。你们俩是男的吗 ？school 那点事儿没完了。行，你们玩，我撤，我撤。哎，不是，你不是答应我不跟他起冲突了吗？我是答应你了，我忍了。你看他，没电了。哎，天儿别打了，别伤着自己了。彭阿姨为什么拉咱电闸呀？阻止我搞乐队呗，说是不让我走他年轻时候的老路。不，我妈也说过类似的话，说这辈子我要是敢搞乐队，就打断我的腿。你说狂花这帮人什么毛病？哦，年轻的时候自己过完瘾了，扭头不让咱玩了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行了，别气了。我肯定跟你把这个乐队干到底，就算我妈打断我的腿，我也认了，行吗？我是要跟蓬莱死磕到底了，我就要走他老路，我走的彻彻底底，我气死他了！你干嘛呀？卖房也好，让白天别走我的老路也好，这两件事儿哪件都吃紧着。那你也不能成天什么都不干，除了喝酒，就是跟小天俩人这么耗着。那我还能干嘛？等兜里的那俩枣花完再说吧。哎，干活你陪我喝点儿。喝什么酒？我这上班呢。你不老板吗？你让别人干呢？啊？哎，我这趟回来还没见到大群他们，你帮我把他们喊来，咱们热闹。想什么？你这人群的上完那综艺，现在档期有多满？你这人现在演出多欠一场？就跟谁没红过一样。一场也就十万八万顶天了，裙子起步价一场60万，多少？你想让这身家人成天陪你喝酒，可能吗？早年间裙子演出一场200的时候，我已经一场300，也没耽误我跟他们一块喝酒啊。那都什么年代的事儿了？不是大崔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儿话里话外都有点瞧不上我的意思呀？啊？我是不想看你成天活得跟滩烂泥似的。老板，副处长来了。Nothing in Detroit. I mean China.Have you got the result? What? Check up again? A real pain in the ass. I'll contact you when I'm down here.你要是想要你门的话，就省省吧啊！我给那门口卖油条的当柴烧了。哎，不过你别说，他送我那油条还挺好吃的，倍儿脆。
你有种等我上了卫生间来找你算账。你什么情况？你恶不恶心？你怎么什么都翻呀？问你话呢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我怀孕了，你没怀过呀？不是，孩子爸爸谁啊？未婚还是已婚呢？多大岁数啊？管着吗你？我生了你，我管不着你啊？怎么地？哦，你不说我差点还忘了，你20岁出头生了我，那我岂不是要破你记录了呀？你怀了多久？那我上哪知道去？不是你上次来例假，你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啊？我还真有点记不清了。不是你，哎，那客厅那日历上记着呢，咱俩看看去。哪个日历？哎，开门！现在知道有门的好处了吧？咱俩现在还都是租房住呢，一个月挣钱也就这么几扎，你非要生这孩子，生来怎么养？你说这些没用，不就想让我把他打掉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孩子我还生定了。这么大的事儿你也跟我较劲是吗？那我现在意思让你生了。谢谢支持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什么时候都可以陪你疯，这事儿坚决不行。怎么他妈坚决不行？你爽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行不行？现在出意外了，你让我活遭罪是吧？你拔牙都不用麻药的人，你做个小手术怎么了？子琪，操你大爷！滚！害了我自己啊！安哲，我到你家楼下了。你家几零几？你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的，反正我就跟这儿等着了。有本事你一辈子结婚。干嘛？你终于良心发现了！发现个屁！我回来给车换电瓶，你怎么找这儿的？打听呗，你在圈里那么有名。哼，你不是职业乐手吗？改送外卖了，业余爱好啊。要你管！你干嘛？我送餐呢，下车。李彬彬已经发誓不跟你起冲突了。我都不跟你们一块玩了，大姐，我用不着他保证。我们俩才19岁，你都24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乖啊。回到乐队的怀抱里吧，少整那么有用的啊！下车，我下。下车，行，耍赖是吧？愿赤峰后面坐着。哎，孩子谁的呀？之前白天说安哲是他男朋友。这孩子十有八九，这不能吧？咱俩也没认识多长时间，这就交上男女朋友了，还怀上孕了？
年轻人啊，容易冲动，惨不也那时候过来的？我那时候比这野。妈呀，这小兔崽子学我什么不好，偏学我早怀孕。这安哲多大岁数？好像有二十大几了吧。他还不到十九，屁都不懂就当妈了。王八蛋，硬是让俺给骗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人惹完事儿啊，他都不带负责的。哎，孟来，你想没想过？你小天这性格，这孩子他要是想留下怎么办？他想留，他自己养去。那他万一要是养不了，你看我干嘛？我不会替他养，我养活自己都费劲。这事儿，你还是得提前做准备。我怎么看那个送外卖的黄毛有点像安哲呀？你看那姑娘长相像小天儿。白天，开车，开车，快走，快走！不是，跑着呢，那不从来没打车吗？白天，你走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有人！别回家！谁？那你看这小王八蛋，一见我就撒丫子跑，这是和您对白天负责才见的鬼呢！是，我跑不动了。这什么身体素质？买单了吗？没有，还买了。下车。大小姐，这回能告诉我咱为什么要跑了吧？我跟蓬莱闹了点矛盾，怕连累到你。不是，我一个你花钱雇的乐手，什么矛盾能连累到我头上呢？那矛盾很多种嘛，有的不会连累到人，有的就……得，你不想说啊，我也不问了。反正对你们的矛盾，我也没那么感兴趣。不过你的乐队呢，我是推定了。退出可以，那你把预支的劳务费还我。我要是有钱还你，我也不至于送外卖。我操，外卖！完了，完犊子了。顾客投诉了，还因为超时取消订单，现在这份外卖成我的了。大不了不干了呗。你这么优秀一级赛手，送餐本来就可惜，天天骑个摩托，手要是磕了碰了，再也碰不了吉他了，那你所有努力都白费了，得不偿失啊！咱俩都没吃晚饭，哎，既然这外卖必须有人陪，那我请客。行，转账。哎，你说的。为什么要假怀孕啊？你小点声。蓬莱不是怀我怀的早吗？这假怀孕也是走他老路的一部分。我气他的同时，还得让他愧疚。他知道这么多年不在我身边什么后果。那你到底是想让他在你身边，还是不想？我想让他在的时候他不在，不想的时候倒回来了。那就不能白回来，得好好给他上一课。行。不管是假怀孕还是组乐队，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你。够哥们儿啊。嗯。哎，你这雅思补习班都翘了，找大崔学鼓去了？对啊。我已经决定不留学了。组乐队的话，学鼓比学英语有用多了。我就是不知道我爸教的到底行不行。哎，我要是有钱去上架子鼓课的话，也不至于找他教我。钱的事儿，我现在是帮不上忙了。我现在属于是自身难保，我爸留给我的钱都花完了，我得赶紧找个工打，要不然饭都吃不上。妈，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个门啊？我在自己家敲什么门啊？书怎么在地上呢？来，白天。谢阿姨。哎呦，白天都多长时间没上阿姨家住了？
我一会儿让他们把客房收拾出来，今晚别走了。叶香想吃什么，跟阿姨说。小龙虾。哎。香不香？嗯，也臭臭的。嗯，嗯，哎呦，大哥了你，嗯，哦，你怎么了？你不开心？啊？你怎么？你后悔来了？嗯，世上没有后悔药的。嗯，你自己做的选择要认呢，对不对？嗯。妈妈答应你，嗯，妈妈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但妈妈答应你，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，好吗？嗯，乖乖，妈妈爱你。白天儿，妈不能让你白受气。一会儿就送这王八蛋见你爸去。这件你应该能穿吧？嗯，挺好看的。你这太贵了。嗨，你不用考虑价格。小妈赚钱为了谁啊？小妈，就是因为你从小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想赶紧赚钱报答你啊。我用不着你报答，你给我好好上学，将来毕业找个好工作，万一呢能找个靠谱的男人，我这辈子就算没白培养你。这么说，让白天怀孕的不是你。你想，我跟您女儿总共没见几次面，您要是实在不信的话，咱打电话把白天叫到这儿，咱当面对质啊。我信你，但咱俩说好了，你就当今天没见过我，不许跟白天提起我，否则还得挨揍。行，你放心。这儿疼吗？不疼。那成就。回去抹点药油啊。是时候该找个好工作。其实玩乐队要玩好了，那挺赚钱的，生活肯定也不错。哼，你想的倒美，就你们几个在校生瞎玩玩就想出名赚钱，你让人家专业玩乐队的人情何以堪呢？所以，我决定退学了。什么？我说，我决定退学搞乐队。小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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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自己走了，不是说商量吗？这事儿没得商量，大学必须得念完。这一个人，上没上过大学，眼界完全不一样。你看我吧，我就是因为上了大学，所以呢，当初我就知道激流勇退，离开了乐队，参加选秀，成为流行歌手。才过上今天这样体面的生活，你再看看那个蓬莱呢，玩了半辈子摇滚，从中国玩到美国，玩出什么来了？不是，那蓬莱他是人格有缺陷，我不一样吗？我万一我做乐队我就玩成了呢？不可能，你的贝斯都是我教的，这小妈，
你不会也觉得我配死他吗？不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说你没天分。哎，我是觉得呢，你们小孩真喜欢音乐，组个乐队瞎玩玩也没什么，但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将来能养家糊口的事业，那可就算了吧。你答应我，好好的把大学给我念完啊，别想那些没用的。除非你觉得我这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妈以后不配管你了。真觉得我不配管你了？没这意思啊。行吧，我答应你，不退学。那你给我发毒誓，绝对不会退学。我发誓不退学。这才是我的乖女。早安。昨晚去哪儿了？你猜我会告诉你吗？去你男朋友家。你就别套话了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孩子他爸是谁的，你也千万别劝我打了啊！甭管孩子爸爸是谁，我都不可能劝你打。怀都怀了，当然是要生下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啊。就算是让你怀疑那王八蛋说孩子不要了，你也别听。我当年要听你爸的，现在也就没你了。男人就是个怀孕的媒介，孩子长你肚子里，你说了算，懂吗？哦，你现在是建议我留下？啊，那我还偏就不要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你跟我较什么劲？你有这力气，不如好好想你怎么养活他。哎，你就别操心了啊。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，这孩子要是生下来呢，还有他姥姥呢。你快算了啊，我可不会帮你养孩子。您是不是想太多了呀？我说的孩子他姥姥那是我小妈陈月。哼，我怎么把这倒霉蛋忘了？那行，有人帮你养孩子，那我就松口气了呗。而且就算你想帮我养，你也得有那个能力啊。我小妈可就不一样，人家可是歌星。哎呦，谢了吧，十八线歌手也好意思自称歌星？你亲妈我才是货真价实的摇滚歌星。我知道，那不是十几年前的事儿，现在不也是在电视机前面看人家怎么唱吗？赶紧赶紧，慢慢看啊。让我们共同来见证《超级大乐队》第二季 Top Five 的产生。首先是一个鲜活的人，然后在这个的基础之上，她的身份是一个妈妈。然后但事实上她可能作为一个妈妈，不能说是非常好，不能说是一个合格的妈妈，但是她有很真诚，然后不放弃，就不会被生活打倒，然后拼命的想要爬起来，她还在不停的站起来，不停的想要去尝试啊。嗯。等于从小先是跟爸爸嘛，后来爸爸去世了，又得要被迫的去接受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样的所谓的一个母亲，对他来说就是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，但是他内心又是一个其实是还蛮温暖的这样一个小孩。对对对对对，啊，这样是吧？